大的用户目前无法接听。又挂，请勿打扰。小秋，小秋，是李川，你回来了。嗨。资方的会有什么收获吗？很多交流，整整忙了三天。我来晚了，有没有错过什么？其实没什么，就是吃吃喝喝，最后冲刺之前的减减压而已。我还没吃呢，我先去拿点吃的。别，我来，你先坐，坐。啊。王总，王总，你可回来了？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三天没见过谢小秋了。这隔离审查也太过分了吧？就这么大点事儿。需要调查这么久吗？行政部的人都是干嘛的？再说了，小秋为大家翻译了那么多的资料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今天这聚会竟然不叫他，你们 GMF 做事太没有人情味了吧。你三天没有见小秋？是啊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，吃饭也不出来，敲门不应，打电话也不接，门上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。我去问张总，张总竟然告诉我不要跟他接触，你说气不气人呢？小秋明显是被冤枉的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被隔离审查，我真担心他要是万一想不开怎么办呢？我去看看他。哎，李川呢？哦，他去洗手间了。王总，您回来了。你好，我需要1202的备用钥匙。谢小秋是我的翻译，有人说他三天都没有出房间了，所以我很担心。可以给我他的房卡钥匙吗？好的，这是门卡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小秋。是谢小秋谢小姐吗？她是我们 GMF 公司的女翻译。你们公司有三个女的，两个高个的，一个矮个的，你问的是哪个？矮个的。张马伟那个？对。有好几天没见了，以前常看到她出来跑步，这几天没见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小傅啊，喂，王总，过来接我一下吧。
失踪多久了？我已经找了4个小时了。4个小时啊？这样，因为他是成年人，要失踪24个小时才能给你备案。不不不，他把自己关在宾馆的房间里面，已经3天3夜没有出来了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能叫做失踪，知道吗？还有，他是成年人，不是3岁小孩，而且他是自愿的。如果是别人把他关在房间里3天3夜，没有饭吃，没有给水喝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就是失踪了。先生，您冷静一下。王总，这样，请你立刻派人去寻找。这样吧，您再去四处找找，他的朋友、他的亲属，还有一些他最可能去的地方，您都一个一个问一下。如果到明天还没有一点线索的话，您再来。明天？他是外地人，来这边出差，这里哪有朋友，哪有亲戚啊？拜托了，如果他被绑架、被抢劫了、被人贩子卖掉了怎么办？再拖下去的话，一定会出人命的。您冷静一下，先生。王总，您这样大吵大闹，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帮助，好吗？我们先回去吧。这样，今天您先回去，您先去找一下。如果还是没有消息的话，您再来，好吗？嗯。王总，小心。我说了，我可以的。王总，那个安妮是不是回上海了？曾经说过他弟弟会来找他的，有可能，可是我没有他的电话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已经凌晨2点了，先回去吧。如果他没有回来，我们就在附近找他。好吧。谢谢啊。小秋，小秋，你去哪里了？小秋，你到底去哪里啊？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都想你了。现在都已经3更半夜了，你在外面瞎逛什么？你不怕被人抢、被人卖吗？我没有瞎逛啊，我就去了一下酒吧待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去打电子游戏了。电子游戏？玩什么电子游戏啊？你出门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哎，我跟你说可好玩了，我就一直玩一直玩，然后我一看手表，哇塞，都2点了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3天都不出房间啊？你觉得是抗议吗？我没有不出门啊，我是走防火楼梯下来的，因为我不想看见 GMF 的，他们说我是间谍。而且你想，像我这么有职业道德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，然后搞军事抗议啊？你喝了多少酒？没有喝多少，就喝了几杯而已。还没喝多少，你都站不稳呢。谁说的？我站得稳的。这是什么？酒的酒，拿杯子一起喝。哎，你干嘛，立川？那是我拿钱买的，100多块。你不能再喝了，跟我回去。不是，我正好有点饿了，我们去吃宵夜，走，去。不许吃，跟我回去。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天凉，烧了，去哪？不是，我本来就体弱胃虚的。然后刚才冷风一吹吧，哎呦喂，我就更虚了。我以后晚上这么晚，9点以后不能出门，听见？到了啦。进去吧，外面很冷。啊，就进去了。我的酒呢？酒还在那里吧？不能再喝酒了。那摸一下耳朵。摸一下，就摸一下，就摸一下了。
你找我。嗯，我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，然后把谢灵运的诗又翻了一遍，可能会对你有帮助。谢谢啊。到了色。啊，空瓶子，我再找回收桶。不要再喝酒了。等你生病了，你就会知道健康有多重要。这审查期什么时候结束啊？麻烦是你自己找的，慢慢的 hold 着。有事吗？今天晚上资方有个酒会，就请了立川和少华参加，他们需要一个翻译，要你去一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你还没太搞清楚，我呢不是王立川的翻译，我是王继川的翻译。嗯，有什么分别啊？这不都是 GMF 的翻译吗？我啊是九通派来的，严格按照 job description 工作。张总说我是王继川的翻译，如果呢你想让我跟着王立川，让张总给我打电话，并且同时通知我的老板萧关。这样说的话，你不是故意刁难我吗？是哦，那又怎样？谁啊？我。而坐落在深圳商务中心区的中国凤凰大厦，占地11038平米，来了。看似独立，却实际相连的三栋大楼组成。啊，那个跟你说正事儿啊，今天晚上资方酒会你去参加一下。我的审查期结束了。还没有，本来是叫叶静文去的，他突然说今天晚上身体不舒服，立川需要一个翻译。那这么说，现在我就是可以和建筑师说话了呗？你一直都是 GMF 的员工啊，我们并没有停发你的薪水啊，对吧？那么给你10分钟，一会儿车在楼下等你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还有一件事，一会儿到了那儿，你替立川挡挡酒。为什么是我挡啊？我是翻译，我喝多了舌头不灵光的。立川他不能沾酒，你又这么能喝，发挥点你强项怕什么？行行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嗯，留着酒会喝。去哪儿啊？
你没去酒会啊？我肚子疼，不行啊。哎呦，这 Jeanette Jack 资方的酒会你怎么没去啊？他们这次只邀请了立川跟少华。剧院的设计有头绪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 Jack， 这阵子别逼立川太紧，因为他最近身体不是很好，一直工作其实都是带着病的。我逼他？我敢吗？不过要说的是，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，他都不急的吗？还有什么闲情参加酒会啊？我觉得其实跟地方上搞好关系也是工作的一部分，对吗？也许吧。哎呀，立川啊，小刚，啊，哦，这位是你朋友？啊，您好，我是王总的翻译安妮。啊，翻译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误会了。立川中文这么好，还需要翻译吗？我的中文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好。嗯，青莲一期的标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这么快啊？我知道你刚来温州才几天啊。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。你们呢？完成了吗？我们反复修改，志在必得。哇！看来你们 GMF 和我们家园国际会有一场猛烈的较量哦。历史还会再重复一遍吗？谢主任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 GMF 瑞士总部的设计总监王立川先生。这位就是我时常跟你提到的咱们招标办的谢和阳谢主任。谢主任。王总，久闻大名，缘前一面呢。He has heard so much about you, but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meet you. 不敢当，外邦设计师，才疏学浅，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特别仰慕。王总过谦了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你们瑞士有一位著名的华裔建筑师王宇航博士，应邀到清华去讲学，在陪同人员当中，我舔在其末。王先生，你认识他吗？王宇航博士是吗？啊，他是我爷爷。哦，王先生一家是什么时候去的海外？啊，很久以前了，但我爷爷奶奶曾经住在北京。哦。难怪他中文说得这么流利啊。不敢当。谢主任，这位是田小刚先生，他是家园国际的设计师。老谢，小刚。你们认识？我们认识有七八年了。按理说谢主任应该是我和少华的学长。没错，我们家园国际在温州有好几个项目。小刚啊，你应该请王总吃饭，你是温州人，要尽地主之谊啊。啊，那是那是。谢主任，小刚是本地设计师， GMF 是海外兵团，评标的时候不会区别对待吧？怎么会呢，英雄是不论出处的嘛。你放心，竞争是绝对公平的。我们只是希望青莲一期能够通过你们的设计，能够成为温州市文化建设的一个地标。怎么样，我们大家干一杯。哎，好，干一杯。来，李川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喝酒。哎，今天这么高兴，你怎么能不喝酒呢？这不给面子呀。啊，来，安妮。啊，我来吧。谢主任，小刚，为了将来的合作，干杯。干干干。
你怎么回事啊？喝那么多酒，不是让我替你喝的吗？谁说的？谁让你替我喝酒了？你的命不值钱吗？都说了你滴酒不沾，都多少滴了？而且你也不能一口干吧？有人特地的嘱咐。反正那两个人很讨厌了，一直逼你喝酒。我觉得那个田小刚来者不善，我担心他和谢和阳有私下交易。现在政府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挺大的，而且那么多双眼睛盯着，如果真的有违纪的事情，一定会曝光的。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谢主任说了两个什么圣诞词，我没听懂。什么是圆圈一面？然后什么是天才人祸？刚才他说的我不都给你翻译了吗？你解释的我也听不懂。哎，王立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翻译的很差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。你今天穿得特别漂亮。我有点走神。小秋，我4年前就跟你说再见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断的写 email 给我？我也没有写很多封啊。没很多，1500封，最短30个字，最多12000个字。我那是为了当成另一种形式的日记，因为我觉得爱呢，就是要和你爱的那个人，和你爱的那样东西，天天的在一起。比如说你喜欢画画，你就想天天拿着画笔；你要是喜欢弹琴，就想天天的弹。你爱一个人呢，你就愿意为他奉献出你的幸福、你的理智、你的灵魂。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比你自己的自我更重要、更庞大。真的，你这样子做很不值得。我对你一点都不好，而且我不配你这样专注地对待我。你对我怎么不好了？我不告而别。嗯。我只字不回。嗯。我们不是同一类人。我们怎么不是同一类人？我是残疾人。其实我知道为什么。你知道？嗯。你是不是遇上了一些事情，然后那个方面出现了一点障碍？没关系，立川，其实我真的不介意。因为我觉得一切以繁殖为目的的爱情都不是真爱。夫人，我来帮你倒吧。哎呦，这个很重。谢谢。你还要吃什么东西吗？我再要点水果。好。啊，没关系。小伙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我倒是认识一位很好的外科医生。是车祸。哦。好。给您。啊，谢谢。夫人，我介绍一下吧。我是 GMF 的建筑师王立川。哦。这位是谢小姐。您好。谢小姐。嗯，好。哎，这个蛋糕挺好看的。嗯。放的什么水果呀？哎呦！哎，夫人，你沾到了。真不好意思。我去帮你洗一下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。等我一下。哎，谢谢。
谢小姐。嗯，这位先生看起来他是很喜欢你的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没有吧。你看刚才哦，那个他的身体有些不方便，可是呢他就不让你代劳，而是亲自去帮我拿吃的东西，不是吗？王先生很有自信，也很能干，如果他需要帮助的话会直接告诉我的。对对对，哎呀，我呀见过的人多了，好人坏人，不好不坏的中间人我都见过，你相信我的眼光吧，他呀肯定是一个好男人。夫人，你的眼睛。哎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来来，谢谢你作为对你的慰劳。谢谢。我呢姓花，叫花萧，是画画的。夫人，你是画国画还是油画？哎呦，你看我这个老派，当然是画国画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失陪。他可能是过敏了，失陪一下，我去看看他怎么样了。哎、好好好，嗯，哎，谢谢。怎么回事啊？给你纸巾。那个蛋糕，有芥末。有芥末你还吃？我怎么知道有芥末？那倒也是，现在好些了吗？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下吧。你看看你现在，脸色惨白的。回到上海以后，一定要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养养身体。小秋 ，Let it go, please. No.我已经不再爱你了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办？我不相信你说的这些，拿什么证明？戒指我扔了，照片我也撕了，你还要我做什么？难道我要亲口侮辱你，你才会相信我吗？你们俩怎么躲这儿来了？招标办曾主任在那边，带你去见见。好，走。是小东，是小东啊，在哪玩呢？姐，我跟肖大哥一起吃饭呢。你是不是哭了？没有啊。那个，你跟肖大哥在一起好好玩，然后也别太麻烦他，听到没有？姐，姐，那个先不说了啊，挂了。喂，喂，哎，小东。怎么了？我姐一定遇到什么事儿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她说什么了？她什么都没说。来来，吃菜吃菜，女孩子嘛就是心事多。不对，我姐天不怕地不怕，除了跟我爸吵架哭过一次以外，从那到现在就没哭过。跟你爸吵架？她这么凶啊？因为她以前的男朋友。以前的男朋友，嗯，哎，那你见过没有？我姐因为那个男朋友跟我爸大吵了架，差点跟我爸断绝了父女关系。不过半年之后，她回家探亲，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个人。分手了？
肯定是分手了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不清楚，但我知道那个人很有钱，就连我姐回家过年的时候，他都是坐着飞机的头等舱回去的。我爸说多半是被人家抛弃了，我怕我姐伤心，我什么都没问。你姐可真是守口如瓶啊。来，吃这个地道的上海菜，等你回广州就没得吃了，快吃吧。啊，谢谢夏大哥。永远永远般遥远。天凉收冷拉起的窗帘还是投影着你一张脸，小小无人的房间，但我从不曾发现。小秋，小秋，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。 你说这是一种眷恋。木抽屉的最里边放着一叠旧信件，那些字里行间雕刻我们的昨天。 No， 我已经不再爱你了。拿什么证明？戒指五人，照片我也撕了，难道我要亲口侮辱你，你才会相信我吗？前的照片都画满我们懂得近的远的近的从前，难得誓言时过境迁，抵不过一句抱歉。那些乐的悲的笑的哭的画面，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，但对你而言也不过是从前。说不上什么怀念，只是还没随风。白的深的浅的照片都画满我们懂得近的远的近的从前，淡淡誓言时过境迁，抵不过一句抱歉。那些乐的悲的笑的哭的画面，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，但对你而言也不过是从前。王总，这个是小秋下午买给你的，他这段时间在审查，需要避嫌嘛，让我帮他送过来。那一些旧信件，谢谢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只是从前从前的从前。早。喂，我有点犯糊涂啊。小秋，叶静文跟 Annie， 立川到底喜欢哪一个？他脚踏两条船不好吧？这个你都看不出来啊？要不是仗着有人喜欢，谁敢对立川这么凶啊？啊！走吧 ，please。喂，宫伯伯。啊，复诊的数据我已经看过了，不太好。啊，骨髓库那边有消息吗？还没有啊。你应当劝他马上回苏黎世。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。那边的医生是最熟悉他的病情的。这个事情爷爷知道吗？啊，我只是婉转地提了一下。他很紧张，所以我没敢说得太严重。哦，立川在温州的工作这个礼拜就结束了，他下个礼拜就可以回去了。
哦，那我也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好，你们有事随时来找我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啊。擦出什么火花啊！立川差一点一脚就把我踹进坟墓了。其实我现在才明白，我这些日子一直不肯放弃，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吧。什么现实啊？立川他根本就不爱我，这就是现实。而且昨天晚上，他又亲口跟我说了一遍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就前天晚上，哎，他一听到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，就立马着急了。他一个人在街上找了你四个多小时，哎，找不到你啊，就打电话给我，后来还报警了呢。后来啊，我遇到了小富，哦，就是他的司机啊。小富跟我说，他一个人满大街的跑着找你，找得走也走不动了，也不肯罢休。所以，我的结论是，立川，他还是爱着你的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我本来都准备向前看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你要往回走啊？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呢，立川是肯定喜欢你的，可是他肯定不能娶你，不然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喽。哎，那你说，我跟立川的缘分是不是已经尽了？小秋，是你的就千万别让他跑掉。以前呢，立川远在天边，可是现在他就近在眼前呢。他也爱你，你也爱他，男未娶，女未嫁的。谢小秋，你要是这次再不抓住他，他一定会溜走的。可是你觉得我还不够努力吗？我对他的坚持都已经到了那种令我自己都觉得羞愧的程度了。爱情吗？总是要低到尘埃，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吗？对不起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笑一笑了，笑一个。怎样才能叫你忘记？是否那样爱更美丽？怎么努力，只不过总是让你哭泣。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，我多么不愿意让你受委屈。假设我和你从未相遇，这样你的泪滴能流得少一些，少一些。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，这一次我终于可以忘了你，但越想忘记你越清晰，原来挥之不去，这是爱的情。